如果你在24位元的上面，你一定要去调整你的 gain， 不然直接会炸开来。那这个32位元我不用动它，我现在直接回到我们的剪辑软体把它拉回来就可以，我们就稍微玩一下啦。你看我们完全没有去碰这个 gain， 直接录，这个真的是还蛮酷炫的东西啦，完全不用去调整 gain， 这真的是方便非常非常多。然后我们也听听看声音应该会不一样，因为麦克风位置就不一样，那反正就看看它到底如何还原这些很大声的跟一些很小声的声音。然后任何OK 啦，那这就我们这个 OK， 那就我们今天的分享，这个 Zoom F3 的开箱，然后还有32位元音讯的部分。那当然喜欢这影片，你在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相关的 playlist，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. My name is Kai Wan, and I'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